好的，我们同源队。同源不死，冲啊！同源。水煮改波比会比较好，我没有波比，对。波比也是很 OK 的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第一关，先来把其中一只给带走。那我们尽量洗技能，左边的先带走。好，我想想，这样子 ，OK。这样子应该 OK， 好，可以被打了，被打没关系，我们就尽量的转，好，这个叠珠好，哎呀，天降太多了，好，奇技能，可以，转五颗。好，可以不要炫耀抽到关羽吗？对啊，你在炫耀什么？看不懂啊！天降掉，可恶！阿文 ，hello， 那个英文不太会念，抱歉，叫什么、啊？我尝试念念看好了 ，Dust Box 吗 ？Dust Box， 哎，那不是那个吗？那个游戏，那个很机车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声音很。纸箱射击游戏的那个名字吗？是吗？还是我误会这样？好，开个木屋，先把新珠留下来。Dust Ball。好 ，OK， 来吧，这样子。慢慢转，两组新珠应该回得回来。没问题，只是现在有点紧绷。好，我想一下，这边呢，直接转应该带着走吧，试试看喽。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哦，应该可以，这天降，带走，太好了，终于带走了。我们来到第三关呢，我们这边要把第二只巫女给开下去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洗个技能好了，因为他实在太机车了。后面比较少洗技能的机会。不知道在转什么，可恶！我们先这样子应该够了。好，把水雾开下去，开这个。差不多了，来吧，做个全体攻击。没有做到全体攻击，哭了，糟糕！好，带走了啊，有够痛！这边也一定要带走他，对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这样应该 OK。8、9、10、11 combo 带走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来到第四关。第四关这边呢，我想一下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可以，这很可以。我想想看，开这个好了，开逍遥，对，逍遥应该是有办法。这个是四颗，这样要8 combo 吧。有，开个龙科。OK， 好，可以，这样应该可以过吧？这个还蛮稳的。同源，冲！其实我觉得最稳的当然就是关羽那一队啦，可是没什么人有可以练得起来，这样，就是现在推出的太快了，对啊，我觉得还没有什么人练起来。好，顺利的带走了，没问题。这边来到第王冠，普通转就能转到正超服务了，嘿嘿嘿，居然。好，这边三鼠强化，我们开个主角。啊，木珠也太远了吧？这是什么啊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与你，是我与木珠。好悲伤啊。好，
就不相信这样带不走哦。十三，可以可以带走，稳稳妥当。第二阶段，那个这个水舞剑神，这队其实蛮稳的，不开玩笑。嗯，他准备死掉了。好，升一滴，十 ，OK， 没问题，可以顺利 victory， 轻松通关了，我觉得轻松轻松轻松，龙科带队就轻松。好了，这对三巫的不对，同源双巫的打法介绍给大家，临时顺利通关喽。